可以在學校的龍舟隊裡面做不同的 contribution， 那對學校有不同的貢獻都是很好的一個回憶來的。希望可以在恆大行多次畢業禮，就是讀 Master 啦，都是上中或者住科啦。因為這兩年都疫情，其實都很少上堂，住科和上妝就令到我有多些回憶。因為我們 BTB Year One 的時候是有那些 exchange program 可以去北京exchange 啦，我們整班人一起好像去旅行，同時都學緊嘢，我都覺得這個很難忘啦。在大學出科咯，即係嗰個緊，多謝多謝多謝。最大得著梗係喺恆大度識到一班咁好嘅朋友啦，同埋加入劍隊。好多時老師係俾咗好多即係意見啊、經驗俾我哋，譬如可能小至一份兼職啊，或者一啲暑期工啊，大至可能一啲嘅公司嘅招聘啊，佢哋都會推薦俾我哋，叫我哋多啲試一下咯。呢啲你可能靠自己係好難去揾到呢啲機會啦，咁好多謝老師咯。最大得著係一起上堂的朋友和老师，因为朋友同学就陪着一起成长，他的老师也会介住你。当现在毕业出面面对社会，其实真的没人会这样做，所以珍惜在大学这四年的时间。在我们上了年庄两个一起一起搞活动，这些是我们最难忘的事。识到一班好朋友到现在，可能将来毕业我们都会继续 keep contact 的时候，我们是觉得这件事是最值得珍惜。我會比較最有印象深刻是我之前住科坡的紅姐啦，因為紅姐每次我到嚟都會打招呼啊，同我哋，跟住會成日問我哋，喂，呢排考試啊，點樣温書？唔係純粹一個看更咁樣，咁佢都會好照顧我哋。我對恆大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應該都是 RC 啦，因為佢嘅住宿書院比其他大學係相對嚟會新啲嘅。我最唔捨得嘅應該係A 咖啡啲烤雞，係因為係咯，都冇咩機會會再翻嚟食。M Can 嘅滑蛋牛肉飯。一定要試，我好想食多次。係咩？你等陣去食多次都 OK。我係你 Joey。Hi, Dr. George， 我哋好多謝你，我哋好中意你噶。阿波，阿波，得閒我哋食飯咯，一齊係咯，一齊跑步咯。Hello, Patrick 。多謝你四年嘅教學。我愛你啊，我 Doris 老師。多謝老師，多謝老師，好多謝你哋嘅教導啦。咁希望我哋之後可以更多嘅恆大學生俾你教到更出色。但係你成日想同我瞓覺。好多謝 Professor Ken 咧，都好多謝佢悉心嘅教導。我最中意何信文校長。我都中意校長，校長好嘅。我想話機會要靠自己爭取嘅。如果你不願意踏出這一步，是沒有人可以幫到你，所有東西都要是自己去 explore 咯。 Enjoy your life， 其實讀書是其次的，那大學的生活才是重要，就是有機會上下數。因為我大學我自己覺得挺多資源的，你的分去到某個位置就不要怕去申請多些不同的 scholarship。 這四年對你來說其實是眨下眼就過啦，畢業其實真係一攤隻手指，其實就已經完咗噶啦咁樣。同埋我覺得大學畢業唔代表即係一切嘅，你嘅人生都係掌握喺你嘅手中。